介绍一下Bentoml。 Bentoml 是一个开源的模型部署的框架，然后围绕这个框架，我们聚集了最多的 AI 应用开发者的社区，然后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 LM 大模型的部署，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相对于其他应用部署的一个挑战，然后。 Bentoml 团队以及Bentoml 的社区已经在这个领域经营了3年，然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更偏向于产品的这一侧来分享，就是我们Bentoml在这个在回或者社区以及开源项目期间学到的关于模型部署的一些知识。OK，然后因为今天。 今天的主题是，确实，我们的这个开源的这个框架是统一在线的一线的AI应用。然后，其实刚刚相信刚刚大家分享都是各自在企业内去部署一个去推一个部署。 或者说，对一个整个的机器学习的工作流，而我们做开源框架的话，其实与企业内有非常不同的一个场景，就是它这个区别是一个选择和被选择的区别，就是在企业中，你就是平台方是可以去选择最终的模型开发者去如何去怎么样去做它的工作，当然我们做开源框架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被选择，比如说。 是模式应用，是应用开发者代表他写的应用来找框架，希望框架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一个新的开源的模型，带领一下来到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样一个用意来讲，我们。 做了哪些事情？OK，首先这里的三个框架，我相信大多这三个框架就是两个应该都非常有名。第一个 long chain 是在用于通过使用 LLM 来构造出一个 LLM 应用的一个原型的一些工具集，然后。 最后，Apache Spark 是我们用来离线推理的，通常用来做离线计算的一个框架。然后中间呢，就是我们的 Bentoml 是，然后long chain 如果说是从 LLM 到原型的话，那 Bentoml 的在这里的角色就是从原型到生产的。 今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分为三步。首先，第一步就是使用开源框架来构建这个应用，然后第二步就是部署这个在线部署层，把这个应用部署在线的推理，然后第三步就是部署批数。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步就是如，就是可能有一些遮挡，就是我们。 这第一步是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步了，就是我们通过 long chain 去加载现在的 LLM 这个高 level 2，然后这个 open LLM 是 community member 去 contribute 到 long chain 的一个专门用来帮提供开源的 LLM 的一个框架，通过这个简单的步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第二个其实相信大家是用使用 long chain， 使用刚刚我们大家说的 LLM， 然后提供出一些，因为 LLM 的通用性，提供出一些，提供出一个模板，以及一些prompt word，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首先，第一
它的计算机 workload 本身的推理是一个计算例子，但是同时你要考虑它不属于在线服务，那么它又是一个 IO例子，如果你把它进行混合部署，那它的性能会非常差，没有办法进行发挥，因为你的 IO 可能会被计算所重视，所以通过这个的解决方法是体现在我们的刚刚的例子中，我们把 IO 密集型的任务。 给它开源成了 API server， 而计算密集型的每一个模型的推理变成了一个单独的一个 runner 来单独执行，而 API server 的话，我们就直接使用一波 IO 来解除并发的限制。然后第二个就是模型推理，就是资源的利用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直接去部署。 刚刚线的那个，那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负载承担能力的时候，我们去增加更多的进程 worker， 而每增加一个进程都会导致模型跟内存中有一次拷贝，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模型和内存可能会优先于 CPU 核心被完全耗尽，所以我们的 workload 抽象中会对于每一种 继续学习模型，它背后的框架，也许是开拓器的原生执行框架，也许是像刚刚的 TVM， 也许 Tracking Server 这样的框架进行一个定义，定义之后我们会按照它的并发，它按照它的资源利用能力来去孵化每一个模型，在这里已经抽象成了 runner， 所以举个例子，就是像 Triton 这一种，它可以利用所有的 CPU 核心，那么我们就 单进程的方式去部署，然后如果是，然后在进入最近的一些像 LLM 里面有一些它可以使用多个 GPU 核心的部署方式，那么我们就会在每一个环境中去分配多个 GPU， 然后在同一个进程中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把 工作负载与资源推出，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图中是将的简单的代码变成这样一个架构，那 API Server 就是这里的业务逻辑，而 Runner 就会单独来执行。然后接下来的挑战就是数据传输，因为就是大模型的推理，通常来说它使用的数据会比一般的外部应用它要多很多，所以对于数据传输也是往往成为我们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瓶颈。所以通过使用零拷贝的技术，像 Apache Spark 之类的，我们对大数据传输的，对大数据化的传输进行优化。然后再接着就是对于 AI 应用来说，我们通常可能会使用的波段很多，然后另外的话它 AI 的模型大部分在对于批量的处理，它会更加擅长。那我们会有micro batching 的能力，来去优化，为专门为推理进行优化性能优化。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其他的我们通常的应用部署会拥有的特性，比如说可观自信或者等等。这里就一些。 然后当问题来到集群的时候，就是我们当问题来到集群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挑战，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为不同的计算资源，比如 GPU 或者 GPU 的甚至不同的型号去指定不同的去指定不同的 node 库，然后包括我们需要。 在大多数场景中，他们会有中心化管理企业模型应用的需求，而且进一步的来说，就是真实世界中，其实。
Spark的集群里面要有，要有相关的CUDA，然后Spark的集群它的扩缩也会受到，因为LLM非常巨大，也会受到它的影响，所以bring ML to data
另外的话就是 Spark 的集群，当你不再使用它的时候，它还会去占用你的资源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bring data to ML。可以看到，就刚刚因为刚刚实现的这个 serverless 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工作流程增加一步，就是在 UDF 中实际上只是一个 client， 然后通过 RPC 把请求发到我们的在线部署的 function， 就是这个服务器部署，然后通过一层 RPC 来通过这一层 RPC， 我们的 Spark Executor 不再需要去依赖 GPU， 不再需要去依赖 但是这也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里是多了一层 RPC， 通常离线处理是比较它的数据量是比较大，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在开源的设计中我们观察到的用户的需求的分类，就是两种部署其实都是有意义的，一种的原地部署它更适合于那种小的模型，更适合那种 GPU 唯一的模型，或者它是本身你这是一个预处理模型，然后它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设置，你需要去为那些空余的资源付费，然后你也可能会遇到，就比如说你模型使用的资源内存过多，那么 Scheduler 可能就直接付费。然后另外对于像刚刚我们的那个 Large Model，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 workload， 它的 data 传输相对于计算来说是一个更小的一个负担，所以它就更适合远程的这一种方案，远程的方案也会更加简便。然后在这个优化里面，在这个优化中，我们通过使用这个 data frame， 因为 data frame 它的背后实际上是 使用的 Apache error， 然后去把数据传输到在上面的 bring ML to data 的这个例子中，是通过 Apache error 把数据传输到同等的一个 Python 里，这个 PySpark 的数据，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项优化就是干掉了这一层 Python 的方案。 而直接使用 ML， 从这边写一个 Java 的，然后通过 ML 进行很好的传输到那个。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我们就解决了对不同的需求都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OK， 这个是今天的分享，是。欢迎加入我们的社区去讨论更多关于 model serving 的。好，谢谢蒋博老师的分享。有想要进一步提问讨论的，哎。对，刚才看您那个在分享的过程中提到部署的时候有提到 Triton， 想了解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你去使用其他的几个这种。 类似于这个GPU 的交互的这个框架，那么这部分咱们 Bento ML 在这里面的自定义的情况和整个环境配置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包括我们默认配置，我们推荐的一些配置以自定义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没错，这是一个还是回到我们的，因为是开源框架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与被选择是反过来的。 所以有用户的需求，就是他会想要使用Python server来去serve他的，他知道他这个模型更适合于Python server来执行。所以Bentoml实际上是对于，就包括跟刚今天我们看到，包括TVM，它都是一个并非在一个生态位的关系，就是每一种 framework 和每一种执行后端都可以通过Bentoml的统一化接口接入，而现在Triton
Python Server 本身就是一个可接入的一个框架，执行框架。然后我们在接入的同时，就是需要是我们的社区组织，去把 Triton Server 执行的 workload 的特点，就是我们知道 Triton 是一个可以利用单个 GPU， 然后它是可以利用多个核心的这样一个 workload 的特点来去，然后它所依赖的环境进行一个定义之后，用户就我们的用户就不再需要问题，它需要告诉用户它使用是啥的。那我们这块默认的 default 没有 default， 因为实际上在回到刚刚的这个第一页吧。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对我刚刚讲的没有就隐藏信息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就非常感谢的提醒，就是像为什么我们这里可以通过直接 LLM 点 runner 就可以让它去就整个这些 workload 的定义就完成了，是因为 LLM 是遵循了我们的 Bentoml 的 workload 的定义的一个框架，所以在这个定义中，它就已经是为自己选择了最适合的执行框架，就是这样。感谢。这个程序里没有 setting 出来，对吧？比如说这个 OpenLM， 你说选择一个执行框架，但是没有在这里显示的表示出来。对，是的。比如说，我们通常来说，大多数直接支持的，或者就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用法，是你可能这里是 OpenLM 这里 framework 选择一个，比如选择一个 TensorFlow， 那么你就只需要加载一个 TensorFlow 的模型，那么我默认的也会使用 TensorFlow 的这个后端来。然后，但是 OpenLM 它本身有的这个像 Dolly V2， 它可能就直接是，它就有一套有一个选择，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它实现的一个标准，可以直接这样使用。